吃吃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。So traditionally is eaten with small potatoes。东方和西方国家的饮食习惯又有哪些差异呢？特别是在辣椒里面。吃火锅是历史悠久了哈。走走走，探索各个民族文化，尝遍一道道佳肴。好香啊！吃东西，7月10号起，星期三晚上8点，八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。免费随心选看吃东西的视频。